什么要去台中？你知道为什么要？你可以看镜头吗？啊，看镜头是。你知道为什么要去台中吗？因为我买一个包包。你先跟我讲你要买包包，我就不会请你去了。其实并不是好吗？我是想要就是开发一下台湾的旅游。是哦，对。我理他，哎，我差点把人家叫起来，我也是白天，然后人家一直看着我，然后那个他这样，然后我一直看他。9分的车，刚刚19:38有一班车进来，我就说我要来试拍一下，试拍一下我手机的功能，很研究，还说哎，说拍得很烂，对，然后再。镜头，三十四、十八、十九，好累，我要吃这个东西。